健康，守护好生命，因为你们做的就是全力以赴挽救生命、保护健康的工作。全国人都在看着你们，你们刚才举起拳头和加油，是表示什么？我们一定会努力的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你们在努力的同时，我们等待着你们的好消息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大家给家里边随时市场里面要打电话，让家里边人放心。好，我们家好，好，可以吗？收到了，他们放心了，也会在外面支持你们。我们看着你们，不仅是看着你们，会给你们提供你们所需要的设备、物资、药品，一定要让你们能够有力量去加油。谢谢，谢谢。